Peter. Thank you, Mom.没问题哦，妈妈，我在这里哈，没事啊，没事。他不能吞咽哦。对，知道，这都我们都有两个，有两个帮他吸的，哦，不是只有一个，有两个帮他吸。而且我水喷的很少。嗯。休息一下哈。休息一下。哎，让他休息。休息一下哈。休息一下，没事没事哈。我在这儿哦。对啊，这个可以帮你吸口水，不紧张。吸口水不紧张哈，好不好？啊。有粘了吗？对，是那个。有粘。对，粘过了。现在是要补银粉呢，还是没有没有牙齿颜色的？啊，牙齿补银粉比较容易脱落，比较卡不住。啊，我也有一个牙齿是补银粉的，不是银粉就是、啊。他之前是补银粉，他这一个是补银粉。对。吹吹风一下下，哼。有那个 IQ 吗？有，在这里。对，放去。等一下，哼。啊，可以去。对，这一颗先，哼。二三线。这是什么东西、啊？你要卤素灯，你不要看它，你不要指示它，眼睛眼睛会不舒服。我们以前没有这个，没有这样的。还好了，我妈妈的反应没有。对啊，还不错啊。一开始会很担心。我是两个月可以来洗一次牙吗？可以的，可以两个月来洗一次。我上次洗过了，再两个月可以来洗一次，做保养。啊，就在家里就用冲牙机，如果没有冲牙机，用牙签刷了。好，牙签刷也可以。啊，不紧张啊，快好了啊，还有一颗，这是第二颗。像这样补好多久可以？
没有关系，随时可以吃，不影响，因为它咬不到那个位置，吃东西碰不到那个位置，所以弄了可以正常饮食。好，没有说要隔30分钟，隔多久才能进食？没有，这个不用隔那么久，回去应该就 OK 了。其实他也没有在进食了，他就是用鼻胃管。